但最近咧，我個好朋友成日捐錢俾我哋咩學會咧，就話同我馬爾雅個個會掟咗本嘢俾我。唔知好似台灣人嘅，就係佛說療治病經，有盤咒嘅，就要嚟古代咧，就話所有啲弟子咧，有痔瘡有成有內痔嘅外痔咧，就念嗰盤咒食啊，念嗰篇經文咧會好翻嘅。哦，咁有冇醫 cancer 啊？古代冇 cancer 呢個名詞喎。古代咧痔瘡都屬於 cancer 喎，腫瘤嚟噶嘛。痔瘡都屬於 cancer。係啊，即係將你人體內部有嘅痔瘡、瘡冇治好，你都係屬於瘤科咧，佢都屬 cancer。好啦，咁佢哋所喺台灣印咗一本嘢咧，就領咗好多個個案，就證明咗係有人有效喎，寫出嚟證明啫嚇。咁佢就俾封信我咧，又喂同我提啊，或者鋪喺啲健康嗰度俾人揭完啦。咁我擺咗上我哋嗰、那個我叫咗個秘書擺咗喺我哋 Happy Harry 同埋我天羅地網嗰度啊，天羅地網。大家上去睇。咁如果唔靈咧，又冇壞嘅。我話如果你嘅咒音咧，得閒 search 翻咧，就因為佢用台灣嘅中文字寫啲咒字嘅中文字，但嗰咒字嗰啲中文字好冷門嘅。佢有人如果查到啲咒音啲咒字點準咧，佢拼翻出嚟方便啲人，等佢搞一輪先。好啦，但你哋嗰啲真係有啲瘤症腫瘤啊喺床或者有得醫好或者冇得醫好。咁你練一輪冇壞啦，你當撞彩。但佢古代流傳得嚟咧，佢就話佛祖開呢一個咒術出嚟，我好年輕睇過嘅，我係三十幾年前見過。我真係當我醫治瘡喎，因為好多咒術噶嘛，佢連嗰啲蚊嘅咧，嗰啲驅蚊咒都有噶嘛，我哋。哇！我呢樣有喎，我會俾蚊咬死嘅。第一當年我啲和尚弟子咧，佢出去傳道啊，去到嗰啲農村啊，辟嗰啲好多鄉下地方去傳教咧，真係夜晚好多蚊嚟，你瞓唔著噶嘛。係啊。所以佢咧都有個咒術咧，係攞嚟驅蚊嘅。有啦，有啲咒術咧又驅蛇嘅。有講蛇啦，我哋喺嗰啲大小咒術咧係好多嘅。咁呢啲大小咒術咧就唔係佛門嘅嘢嚟嘅喎。喺當年婆羅門咧喺斯達嗰度有一個傳流咧係留低落嚟嘅啲咒術，就最早咧佛祖咧就禁咗啲弟子用咒嘅。但因為後期發覺喺世俗咧好多人有好多問題咧都要解決，咁就開咗呢個咒禁。就有啲身體啊、醫病啊、喺生活上嗰方面咧，都俾弟子咧行呢個咒術嘅。呢個大家可以喺經典度抄翻出嚟睇。好啦，正話所講呢個療治病經，真係有瘤嘅人，或者有瘡仔嘅人，或者有痔瘡嘅人，或者內邊毒素嘅人咧，你念啊冇壞嘅。你唔一定有宗教信仰。因為佢咒術本身就冇宗教信仰，佢練一輪，佢都唔係練好多啫喎，佢係你大家我哋擺咗上，你大家可以睇，可以參考用。但千祈唔好搞迷信，靚嘅就你好彩當撞彩，唔靚嘅就當冇事。但你唔好指意佢，即係你唔好指意佢，乜都得，你當輔助性嘅。我諗住練完之後會中六合彩。啊，練完咗撞彩好咗，咁就恭喜你咯。但世間嘅嘢咧就無奇不有嘅，咁啊真係冇壞嘅，又冇人收你錢嘅，但你誠心啲，即係我覺得咧念個咒術咧就話，最重要咧就係你攝到嗰個念好專注。但佢仲有講埋話，如果呢盤咒你收得好咧，你只要測世嘅事噶嘛，咁係啊，咁前世。佢咁講嘅經文啊，我未到啊，我未到呢個境界。佢話：如果你呢個咒有成就咧，你會知道七世內嘅事嘅。七世都多，前世都未知啦。一如果你唔記得啦，一歲嗰陣時咗，即係呢個咒會帶嚟有呢個效果，係咁樣寫到嘅。但
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，就不要導人迷信，如果真的有人念了之後有效的，又可以做一個報告，給我們知道一個證明，但我們不會靠這些證明去宣傳，因為我知道咒術呢是很神秘又不可思議，而且這個人有效呢未必個人有效。